第58届金钟奖节目类导演奖得奖的是张浩然，《东世纪时》《独弦之歌》。全片以朴素缓慢的镜头堆砌，形式与被摄者细致特质相辅相成。片中独白韵味或是段落选择均极具巧思，中段以书法为注解，心情演绎为收尾的安排，更显导演对主题深入浅出的精妙掌握。只有准备一份谢词，那我把时间留给春夏的得奖者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